有粉丝留言问说，在考勤表当中用 TST 函数转这个星期的时候，发现星期会错位一天，就是明明星期一它显示星期二。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？因为有的电脑呢，它就是说能正常转出来，有的电脑转出来以后就不对啊。那碰到这种情况，用 weekly 函数啊，注意看，输入等于，然后呢 weekday， 然后括弧。第一参数还是上方的日期，然后逗号，那么它这里面有一和二的选项。如果说你不写第二参数不写的话，它就是说是肯定会错一天。注意看，它就变成星期二，看见没？那如果说你写第二参数啊，你不写的话，它就默认就是一的意思啊。那么我们写的话，我们在这里面可以写成二，然后呢，确定它就变成正常的星期一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通过控制第二参数一和二来调整你的日期格式，就是说有的时候转出来以后多一天，有的时候少一天，你通过一和二进行调整啊，就可以正常了。OK，学会了吗？点个赞了。